学生，今仔日即句俗语是：顶厝人教囝，下厝人囝乖。顶厝、下厝，就是厝边的意思。这句俗语的意思是讲，小隔壁伫咧教室实习时，家己厝内的囡仔，至少拢有听到。假使有心要学好，自然就吸收会条，听会入耳。这句俗语用来说明人受着社会教育正面的影响。若有看到别人欠点的部分，就袂阁犯同款的错误。